给你操作了都。好的。这两个里面都拍过了吗？嗯。把它关掉了啊。好，这边要把它关掉了。关掉了，反正可以加热的，可以加热的吧？放蒸汽的吧？对，关掉吧。开始啊！你按一个，按一个，我现在把这个煮过搅拌。可以先开一下，因为在升起的情况下不能开均值，你知道吧？让启动调速，液压开，锅盖下降，液压关，然后推真空开始，真空开关，关阀先，然后开真空阀，看真空表。看一下锅内的情况，然后一会儿再进水可以做对比。看一下加热，煮锅加热。哎呀，开，把打开，到那边就开。可以开水锅加热，油锅加热都可以开。下面，下面看溺水阀，什么反应？下面。好，再看一下这一台仪表。再开一个搅拌给你看，这个是开真空表，我把这个油锅搅拌关掉，把真空表拍下来，可以了，真空可以差不多了。然后我先把这个真空阀关掉，然后这边真空开关关掉，然后下面就是开始进料了。开吗？开一半啊，开一半。这里面先拍一下，好，去拍那个锅里。把关掉，把阀关掉。看，把它转过来。这里移到这里。把花椒把阀开开。开到最大，好，你开锅里，好，关掉了，再开，啊？再开一下，开一下，好，关掉，再看一下，这锅里已经没有了，到这里了。已经没有了，然后开始煮锅搅拌，
搅拌一下吧，这边。就是边搅拌边出汗，再到真空的位置上。这边把阀关掉，真空开关关掉。现在马上要出锅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菌子要关掉，搅拌要关掉，气要排掉，这都表要看那边表，然后一压开。Thank you.